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你有没有试过上网台找节目？有没有发觉同一类的节目有很多不同的质素？ My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，不同的节目，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，乜都有。你不用再浪时间去听其他废话， MyRadio 帮你用最少的月费得到高质素的节目。上 MyRadio 网站，可揀直播，亦可揀重温，再按 Enter就咁簡單。 MyRadio 在互聯網當中為你製作最精彩的網台節目，你可以根據你的興趣選擇你喜歡的節目，揀 Facebook 直播、 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。 記住 MyRadio 的節目是有最精辟的 insights 和有娛樂性的節目，所以給節目月費是絕對值得的。宋景輝、錢建榮、張三，好，翻嚟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嗱，我繼續啦，因為都時間唔多。好啦，咁啊，炒咗一至五星期啦。咁佢就話：屌，我要嚟呢個總統府升五星期嚇。咁啊，原來呢條友咧都係即係一個雜粉嚟嘅。佢話即係經常睇呢個大陸嘅中央電視台咧，受到好感動。屌你覺得呢個感受河山咧？屌你咁即係我哋冇理由台灣唔可以同佢一齊統一嘅啊！咁啊，咁佢就嗰本遺書就舉咗個例咧，就係黃偉事件。邊個叫黃偉咧？就係當年係呢個共機同埋呢個美機喺空中發生衝撞，咁就共機就跌咗落去，咁就死咗嗰個就叫黃偉啦。咁佢黃偉直情係一個烈士啦，係咪？屌我要效法佢咁。好多年前啦，屌嗰時又逼降咗架美機噶嘛。好啦，咁啊嗱，咁我哋睇到呢啲即係為統一而犧牲嘅一啲烈士啊！屌你真係做出呢啲咁撚戇鳩嘅嘢，真係有時一吹佢唔知啊！啊！即係佢仲要話屌，我要上總統，上總統升至五星期係好 Q 難嘅，大佬！屌你唔好話俾你地下你行得過啫，你都仲有成上到天棚，總統府裏邊嗰個結構你根本就唔清楚，係咪邊條路上？因為佢得一條樓梯仔上去總統府頂嘅咋，大佬呢、這個唔係你咁易揾得到嘅，係嘛？哇！咁啊呢個傻佬咁啊，即係結果就即係嗱，亦都引申到咧，即係。我哋唔可以講即係大陸嗰個影響係冇嘅，喺大陸啊，即係台灣嚇，即係你見到有咁多所謂嗰啲親紅嘅團體，又舉咁多五星旗，呢啲多多少少引起一啲所謂民族狂熱分子咧熱昏咗頭腦啊！即係佢哋覺得統一係大件事嘅，屌我唔撚你，屌你大陸幾撲街都好，幾冇人權，幾冇自由都好，統一就係大業嚟嘅啊！即係一定要喺啊，屌喺呢個習大大之下咧完成佢。佢習大大唔敢嚟，我出馬，屌我幫你做卧底咩？咁啊嗱，講呢把武士刀啊，因為我都今日講咗啦，呢把武士刀咧點樣詭異咧？其實有詭異嘅，唔係依把就係鬼刀嚟啫，鬼頭刀斬專斬鬼子嘅。嚇咁好啦，咁啊有嗰把刀咧就係喺呢個南京大屠殺嘅時候嚟啊，據稱啊喺南京大屠殺嘅時候咧係兩個日本軍人咧就係攞住佢嚟比賽。哦，就係嗰幅相，入邊嗰，即係鬥斬得多，咁咧，所以呢一把武士刀上面刻住咧就係南京戰役之役，南京之役107人，咁我哋相信咧呢把刀咧係斬咗107個我哋中國同胞，咁啊之後輾轉就去到台灣，咁啊由一個唔知邊個人嘅仔咧，一個將軍嘅仔，咁啊獻翻出嚟俾呢個軍事館啊軍事館牌，好啦，咁咧把刀又好鋒利嘅，即係到今日仲好鋒利嘅，即係喺佢哋話揾張紙輕輕地抹一抹咧，刀成張紙就裂開，即係係一個即係唔需要用力，即係所謂呢個。斷髮可以啊，即係啲頭髮跌落去都自己可以解開兩邊。咁喺一
1999年，即是民國88年6月發生一件什麼呢？有個警美國中的女生呢，就去這個軍事館呢，就去做 project， 即是在那裡搜集一些資料，就結果應該高中，高中啊，高中，咁結果就被當即係軍事館裏面一個守衛咧，就強姦咗。咁啊，當然拉咗佢啦，係嘛？即係呢個軍所謂守衛都係軍人嚟嘅嚇，你唔係話屌你咩？出街邊請個 secure 翻嚟嗰啲？唔止係強姦啦，奸殺啊！好啦，即係實失咗蹤啦。總之就屌你，喂佢得喺屋企去呢個軍事館啫。屌呢條路又冇乜特別啊，亦都大家知道入咗軍事館裏邊喺軍事館裏邊消失咗。咁啊，結果就咁啊，當然捉到呢條友啦，係嘛？咁呢條友就話咧，係呢一把劍，唔係呢把武士刀。呼喚佢，系啦，佢靈魂呼喚我去要即系再殺人，所以咧呢個女仔即係受害人咧，就喺呢個咁嘅呼喚之下咧就犧牲咗啦，即係講咁講啦，咁啊當然法官梗係唔信佢啦，屌你乜你即係作古仔翻嚟，你就喺度呃 Q 人咩？咁所以咧就兩個月之後咧就呢個守衞咧就係槍斃咗，軍事法庭受審，咁啊即係強姦。同埋奸殺女子咁啊，就槍斃咗。好啦，咁啊，當然好多嗱，呢把刀咧，其實我一路上睇就好 Q 多啲所謂詭異事件，你都作古撚多嘅啫，大家都作嘅啫。啊，又話咩望住把劍咧就不寒而栗啦，有啲青光啊閃出嚟啊，又話夜晚咧就有啲即係。嗰啲即係擺劍擺呢把刀嘅地方咧，又有啲軍人嗰啲軍靴行過啲聲啊，有啲鐵鏈嘅聲啊，嗱即係總之鬼影鬼聲啊，講到鬼咁鬼馬六咁啊，嗱總之就即係呢把武士刀咧，都有一層嘅即係另外一啲深層嘅一啲古仔啊，即係嗰啲就唔講啦啊，咁啊只不過咧，即係呢位女性嘅男子咧就係啊咁啊捉咗啦，咁我估以今時今日台灣法律咧。都唔好彩，恐龍法官咧，就我估都唔會重過喺邊噶啦，最多判幾年噶啦。即係我估可能分分鐘輕過我哋嗰啲，即係而家啲議事添。如果你可以判得啦，即係呢啲恐龍法官太多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哋講另外一單啦。呢單就大家都嚇、都有興趣噶啦。815全台大停電嚇，咁啊阿前兄啊，有啲咩睇法咧？呢件事咧就睇嗰幾樣嘢嘅。第一咧就係話，即係喺而家現代嘅城市嚟講啊，其實停電係一件好大件事。係。咁咧，因為咧佢牽涉到咧，除咗係市民嗰個日常嘅生活之外咧，仲係牽涉到咩咧？就係嗰個經常所講嘅嗰個國家嘅安全啊。即係佢今次停電其實係一件好少嘅事情，而令到佢全台大停電。咁你變咗咧，你如果你即係咁睇啊，喺呢個大停電嘅背景之下咧，就係、蔡英文政府佢所講嘅非核化，即係希望咧利用呢個非核嘅能源去發電。係咁、如果喺咁大環境之下，咁其實嗱又思考翻啦。咁究竟佢呢個非核化呢一個嘅做法，其實那個步驟係唔係值得商榷咧？咁咁其實呢個喺依兩個前兩禮拜，咁其實我都有講過呢個問題嘅，即係有提到，咁就係話你非核化唔係唔得嘅，咁你有個行程，有個排程俾我哋睇到，幾時可以做到啲乜嘢，幾時做到啲乜嘢？咁我哋而家我哋嘅用電量係幾多？咁你要話到俾人哋聽，咁我哋一個安全用電量。即係嗰個儲備力、儲備量啊嘛，係啦，咁個儲備量係幾多啊？咁樣咁喺好似就前日啊，香港城市大學嘅校長郭偉咧都有接受訪問就話。而家最大問題咧，係因為嗰個儲備電量係不足，係即係太低10% 唔到，3.2啊，屌，即係3.19啊，係啦，咁係非常之低嘅，絕對，咁你係承受唔到任何一少少嘅一個風險嘅。但係佢當時蔡英文話，你嘅少少有少少嘅問題夠嘅喎。嗱，因為咧佢嗰陣時咧，嗱嗰陣時就係馬英九年代咧係去到20幾嘅，28幾嘅，冇咁高，10幾嘅啫。後期真係去到最高28嘅，因為咧就即係所有嘅先進國家咧，大概係15
5% 到咧個儲電嗰、那個嗰、那個所謂後備電儲電量啊。咁、即係變咁啊！蔡英文即係民進黨在野嘅時候就話：屌你乜你賣應該咁高嘅收唔收埋曬啲電？佢、話我上完之後，你上一輯我哋講過啦，即係我上完之後咧就要你嘔翻曬電出嚟。好啦，咁啊～咁上一場啦，咁都嘔唔到電啦，結果仲少咗嚇。咁啊，即係因為又要刪呢、這個前應該十幾集咧，我哋講過四核核一核二咧，有啲維修緊嘅機組咧就想用翻，咁啊結果因為嗰啲反核團體反對啊嘛，咁所以咧嗰啲都停埋，咁所以核一核二咧，佢哋係運作緊嘅，但係有部分。發電的機組咧係冇喐到嘅，維修完之後冇喐，咁啊撲街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喂，我哋講講嗰個背景先啦，咁啊喺呢個咧就係8月15日啊，16:51，即係4:51咧，咁啊因為咧有間叫巨鹿嘅呢間可能即係外邊嘅一啲公司嚇、一啲即係裝配上零件嘅公司咧、就要換零件。咁啊，佢嗱呢個應該個呢個 provider 嚟嘅，啊 supplier 嚟嘅，佢係一個提工程公司，佢係一個提供呢一啲配零件嘅公司。咁就嗱，到而家講唔清楚嘅，究竟係呢間提供零件公司揾人去換啦，亦或係中油公司？的人在換，咁或者再誒講巨鹿公司係技術上面嘅指導。咁其實係講得點解關中油事咧？因為咧原來喺依個發電有一間發電廠係大潭就喺桃園嗰邊嘅，咁佢天然氣發電，咁咧就由中油嗰邊就供呢個天然氣俾依間電廠嘅。咁喺嗰個時間咧，就依間巨鹿公司咧就係更換某一種配件。咁但佢當日。政府和中電第一時間呢、就台電跳出嚟就講係依間公司引致嗰、個不當操作，引致依、這個輸電講得唔夠全面，話喺呢個更換嘅過程裏邊咧，就唔小心就閂咗一個閥門，就令到供氣咧就斷咗兩分鐘、好啦，咁啊，時候梗要檢討啦，咁大家互相去推啦，係嘛？咁中油就話：哦，喂，換呢件嘢嘅時候咧。是呢個巨鹿公司外判人員同佢做的所以咧佢觸碰到誤觸到個掣咧，就令到嗰個閥門咧就閂咗，所以咧就斷咗氣。咁啊，事後再爆出嚟，巨鹿話：喂，唔係喎，我角色係指導你哋去安裝呢件嘢，安裝嘅工程人員係你哋中油公司人嚟嘅，大佬關我咩事得㗎？咁所以好啦，咁喺度互相推卸之後咧，咁啊外邊又問啦：喂，有冇 SOP 先啊？即係有冇呢個所謂標準，即係應急法工作嘅程序啊！即係譬如我喺油公司做，我哋知啊，每一個步驟係根據一條有本書嘅 step 2 step 3 咁噶嘛。咁啊，我哋都知你更換一件嘢嘅時候咧，你必須將個自動系統咧就轉到手動嘅，因為你必須用手先能夠關到個閥門，即係會擰住個唐環咁先閂到個閥門。因為如果一般嚟講，你可能喺個 control room 裏面咧就撳一撳掣咧，嗰個閥門自己閂嘅。所以咧就你話喂當時係佢誤觸一個掣，令到嗰個閥門自動閂咧。嗱呢個係有可能，咁即係話你嘅 SOP 做得唔好，你喺更換嘅時候，你必須要將嗰個自動掣變成手動掣噶嘛。咁所以你冇將個自動掣，即係冇將個自動掣閂咗，變成手動嘅時候，係好可能會碰到個掣咧，令到個自動閂。嗱呢個係可能嘅，但係個問題個責任誰屬啦？好啦。呢件事發生，經濟部部長即刻請辭，佢話：喂，咁啊嚇，呢個我過失，因為我監管下邊啲友仔唔好，政治責任啦。咁啊，梗係第一時間啊，梗係跳出嚟喂走人啦。咁啊好啦，咁啊剩翻咧就呢個中油公司嘅董事長啦。咁啊賴死唔走喎，佢話：喂，屌你，梗係我仲有大把嘢處理，因為我責任嚟到中油公司咧。就係咧，要改革呢個成個中油公司嘅陋習，因為以往咧就我哋即係公司咧同呢啲外包商咧個關係太好啦，太有呢啲即係微妙關係裏邊咧，我要將呢啲陋習咧喺我任內咧我改革佢，所以咧我呢啲未完成，我點可以辭職先得㗎？咁但係咧俾人屌得幾屌咧，3日之後咧就直接要辭職，即係咁你可以睇到咧，即係喺嗱好啦，件事。
立法院就話：喂，咁我哋要整個調查小組調查先得㗎，係咪啊？咁因為民進黨揸 fit 人多，佢話唔使。嗱，好似即係同香港嘅 Q 樣啊，香港立法會一樣。唉，屌你特權法，你喂唔呢建制派就話喂唔使，屌你依樣唔使查，嗰樣唔使查。非建制又話喂要成立呢個特權啊法律查乜查物，而家就一 Q 樣啦。民進都話喂唔使查，佢話咧呢個交翻俾行政院裏邊咧，佢哋自己有個調查小組自己查得啦。咁你自己查，自己人查自己人啦。咁你梗係對外係。梗係唔服眾啦，大佬係咪？因為你停電停咁停咗咁，成個台灣停曬668户，喂大佬，即係差唔多成2000萬人口俾你影響，係嘛？咁嗰啲仲唔呱呱嘈啊？係咪？你即係估計損失1億喎，大佬，我又唔係好信啊！一億咁少，係啊，有估計損失1億啊！我又因為佢唔係話全部一齊停咗咁多鐘，係分區，即係話，我呢個區整完之後咧，我俾個區嗱，呢個出現咩問題咧？就頭先講到啦，嗰、那個。備電量不夠了，因為所有國家呢大概一般平均來說呢是有 15% 的備電量，那也都說了剛才那個郭偉這個專家呢 他都說，他說一般來說如果有 11-12% 台灣有 11-12% 的備電量呢，其實這一次那個停電是不需要發生的，因為你有儲在那裡嘛，是嗎？你一冇咁，我咪即刻用個儲備拎出嚟用咯，係咪？個問題就係你冇嘛，屌你得個 3.19， 屌你用曬都唔夠噶嘛，係嘛？咁所以咧就出現咗呢次大停電嘅問題。好啦，嗱、那個問題都唔喺呢度，原來琴日、前日都有停電喎，今日都有啊！屌你咁啊，撲街啦！嗱，萬華、台南、台北市都停電。嗱、好顯然根本而家係一個喂，尤其而家打風前，個天氣更加危局。你的用電量更加高，你根本是給不到那麼多電人。這個世大就開幕前那招台北停電，就剛才、我們下午四點幾台中又停電，即其實個系統整個系統。剛才你說呢、我們現在的社會來說應該就很少停電，其實在台灣呢停電很常發生的、我在台灣的年代都是的。我們香港一棟大廈停電呢，其實上都會上新聞的嘛、那邊呢耐不耐的大家都不會特別覺得一回事的、因為呢除非你好像上次那樣是整半個市或者是一大個社區停電。現在台灣呢就即討論了，開始討論了，究竟是集中的電力、因為分散的電力、現在都談，現在才開始談、個問題就話喂，啲人又話喂，你集中電力咁樣有事咪出曬事咯，如果分散咪好咯，係嘛？咁嗱呢個各唔同嘅講法。好啦，我哋講翻中油供氣俾呢、這個電力公司，出咩問題咧？點解會閂咗個掣就冇電咧？點解唔喺呢個電力公司平潭呢個發電廠去做幾個啲儲氣罐咧？得唔得咧？如果有儲氣咪唔怕咯，屌你！我話知你閂咗個鐘都冇所謂啊！我仲有成幾罐氣喺度用緊。嗱，原來平潭呢個發電廠係計劃咧喺嗰度起幾個啲儲氣罐嘅，因為環保啊！屌你乜！我發覺環保就大撚曬嘅，咁係大喎，唔俾起，所以咧就講咗好多年，唔俾起，咁就由外邊嗰度就跟佢條輸氣管入啦，係咪？咁條輸氣管一出事咪出事咯，係嘛？咁所以，喂，你又唔俾佢起呢個儲氣管，然後你係單一靠一條輸氣管俾佢，咁呢條輸氣管一出事，咁咪出事咯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你要而家呢個民進黨係啊嘛，2025要非核家園啊嘛，係嘛？點我是人啊嘛，係嘛？唔要核電啊嘛嚇、好啦，那個問題都出現啦。2025年佢話要將個發電50%係用呢個天然氣。喂，你點樣用天然氣啊？幾年前有一場風，雙颱風，就係隻船運氣船咧，拍唔到埋嚟，又斷電咯。喂，你單靠外邊嗰啲氣，你啲氣大概係唔知九日一十日嘅啫，即係只要佢九日十日嗰只船拍唔到埋嚟，或者唔知咩事嚟唔到咧，你成個台灣就冚家鏟噶啦，係咪？即係如果你有啲
儲器官，原來可以儲一個月的，咁你有一個月時間都俾你走賺下。屌，原來十日八日嗰隻船嚟唔到，你就撲街噶啦。個問題仲要50%係依靠天然氣，你仲撲街添？而家咧就唔知20%嘅啫，去到2025年嗰50%咧係單靠天然氣。喂，屌你！你話俾我聽點咩？即係有邊啲發電廠隔離仲可以起幾個油罐？我真係唔，我啲儲油罐我真係。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好現代化嘅做法嚟嘅。好啦，你單一供氣，好啦，嗱，單一能源50%咧天然氣。咁跟住咧，其他啲唔知10%咧風力，10%唔知啊水，諸如此類啊，10%又嘅呢個煤啊。喂，屌！原來起呢個風車都反對喎。因为风车是阻住嗰啲景观的，我唔加柒啊！有人可以申请喺边度？好大量嘅地噶嘛要。因为你风车，你第一要掘咗个地啦，你整个风车上啦，系嘛？屌你唔系大家睇咧，一坐啊嘛，去台中嘅时候咧，就会见到台中港隔篱个叫做高美湿地，就好多嗰啲大风车。台中喺嗰个高美湿地，有个休息站嘅，有个休息站，我唔记得咗，我上次去过，一辣好多，就是高美濕地，所以濕地有成20多個風車喺度。喂，咁呢啲地方啱冇問題啦。如果有啲地方想起個，喂，屌阻住景觀喎、因為你要掘地嘛，你要掘地起座嘢唔係一座噶嘛，一起可能起5-6座，係、譬如澎湖，我見到起咗3座咁、喂，有啲地方唔俾你起，你又吹佢唔漲。咁如果話水力發電，同埋都唔成熟嘅。水力發電有問題啦。咁今次咧就水力發電咧緊急應變，就用水力發電啦。日月潭水位跌咗3公尺，佢用日月潭嘅水力發電。嗱，我哋講緊呢啲非即係能源式嘅發電咧，係唔可靠嘅。譬如水，譬如太陽、風力，譬如風力係唔可靠嘅，即係你唔係穩定嘅呢啲。技術都唔成熟啊！而家起嚟講咧，就係未來其實未來嚟講咧，呢啲再生能源啦，咁其實係一個係大方向嚟嘅，但係只不過喺現今。我哋而家嘅技術嚟講咧，係咪可以全面用咧？咁或者我哋有冇咁嘅環境去應用咧？嗱，好似頭先講風力發電或者太陽能，其實喺台灣可行嘅，可行。咁但係你未得啊嘛，係啦，我哋嗱個問題你同埋你太倉促啦，你講緊2025年有幾耐，大佬8年之後嘅咋，唔係好耐嘅咋，8年之後你我哋有時間表啊嘛。你將50%壓住喺一個完全係冇穩定性嘅電力供應裏邊，係咪你咪搞？嗱，好似喺今次嘅停電嚟講啦，咁有啲鄉民咧喺，鄉民不嬲都係親綠嘅，佢都走出嚟講啦，我台中要獨立喎，點解？你嗰個個燒煤嘅發電廠喺台中，啲咁嘅污染咧就台中人受曬。停電咧就台中嘅首當其衝。嗱，因為咧而家你就算係火力發電咧，有啲係嗱，我聽嗰啲專家講咧，就係有啲根本係唔用得噶啦，係夾硬要用。有啲本來係要維修嘅，唔可以停，你一步都唔停得，都要用。好啦，當呢部嘢疲勞，到真係用唔到，喂，你一樣會停電嘅喎，係嘛？因為呢啲發電機嘅嘢，你唔可以24小時365日一齊，日日都要咁，你都要俾佢停下，要做維修啊嘛。同埋你啲煤同呢個天然氣一樣，你台灣嘅煤已經冇乜點採嘅啦。好啦，咁問題就係話呢啲咁嘅機件越舊，嗰啲煤越燒得唔好，污染越勁，所以台中咪係污染力好犀利咯，係嘛？即係話呢啲。你哋唔計好啦，嗱，講起頭先環保團體，嗰啲咩環保團體，嗰啲阿頭啊，而家做曬行政院嗰啲委員噶啦，入曬裏邊入曬閣噶啦，屌你咩呢啲你，喂呢啲有咪酬庸咯，大佬酬庸式咯，係咪啊？你當年幫我奪取政權啊嘛，我俾個位你做咯，咁你話呢啲有你點去說服佢咧？說服唔到，係嘛？其實根本核核能發電。在當初嚟講咧，係被以為係最清潔嘅，因為有福島事件咧，大家就即係驚咁。呢個驚我哋都可以理解嘅，係咪？因為核電廠咧發生有咩意外咧，係的確好大件事。咁問題就係、我哋都話你喺個過程裏邊，既然起好咗，你咪用咯。
逐步逐步減低佢，你能夠有啲咩再生能源可以做得到嘅，咁你咪將嗰啲核一核，因為核一核二都應該退休啦，其實。係啊，冇錯。核四係最後係可以代替曬所有嘅核一核二三噶嘛，因為佢最新嗰、那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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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嗰、那個 model 嚟噶嘛，咁所以即係嗰個應該係相對嚟講比其他核一核二咧係更加安全。好啦，你而家停喺度唔用，用一個。相對危險的核一核二，喂，屌你講唔講通嘅啫，係咪講唔通噶嘛？好啦，咁而家呢個停電咧，咁又嗰啲綠營喺度酸啦，就話：，唉，嗱呢一次咧就俾你哋咧國民黨咧就呱呱嘈啦，就重提翻呢個核能發電啦，嚇、啊！誒、啊，你哋找到機會啦，係嘛？喂，大佬，呢、這個唔係嘅，而係你面對住。就是日日停電的問題嘛，大佬。不是執政的，不是執政者應有的態度。同埋以前，以前停電咧有預警的，譬如我知道聽日某一個區，我告訴你我係停五個鐘啊。就似以前大陸啊，雙數停再停依邊間啊，單數停嗰邊間。同埋停親咧，一定係停一啲廠家先，然後再停用戶，最後先一般個平民。而家叫無預警停電，即係話我都冇話俾你聽，突然間喂呢、這個萬華區，屌你突然間冇電，佢都唔係唔佢唔係唔想話，根本係突然間撲跳電。我哋唔好理佢啦。咁一般嚟呢個叫無預警停電啦。喂，咁嗰啲民眾梗係呱呱嘈啦。喂，屌你乜冇老遠嗰間廠喺度仲開緊工，燈火通明，屌你乜我哋冇曬電嘅，係嘛？咁嗰啲用戶。民眾就會有怨言啦，咁個問題而家就出現係呢啲咁嘅情況啊嘛，唔係話我哋哇找到機會啦，屌你乜核四可以復活啦，諸如此類，唔係講呢啲，而係民眾嘅安全擺喺首要，民眾嘅民生問題擺喺首要啊嘛，係嘛？啲城市冇理由冇、理由停電嘅。好啦，咁啊，喂，你頭先喺 WhatsApp 度抌啊，李登輝年代停電又做咗啲咩事？係啦，咁喺1999年啦，啊，咁就有個赤九大停電，就係、除咗南部。以外全台大停電，好啦，咁當時李登輝做總統，咁我其實都介紹過一本佢寫嘅書啊，即係一個領導人應該做嘅嘢。咁佢真係你大家諗唔到大停電應該做乜嘢？阿小英今次大停電做咗乜嘢？大停電咪諗住點樣發電先咯？係啊，同出嚟道歉咯。啊，揾炒幾個人，揾經濟部長傾係咪啊？李登輝唔係啊，李登輝第一樣嘢係咩啊？揾國防部長啊？點解啊？你停電喂？大陸共產黨三軍總動員啦，大佬！三軍總動員啦，即刻戒備，即刻戒備啊！即刻戒備！喂，會唔會趁依個時候整幾個飛彈過嚟啊？我哋乜都冇咩冇曬電冇曬剩喎，所有個電先俾咗軍營軍方用先，係啦，民眾所有停住先，俾軍方用。喂，大佬嗰個時候共匪要攻嚟，你又靠軍方保衞台灣噶啦嘛？俾民眾用托咩？係咪？嚇！咁佢就先揾曬依啲咁嘅國安單位搞掂曬啦，佢先至再走去問經濟部係乜嘢回事。嗱，咁依個李登輝其實佢嘅年代已經有一個咁嘅所謂 SOP， 即係大家一個標準嘅工作程序喺度嘅。咁但係而家我哋見到今次大停電，大家手忙腳亂，第一樣係做乜嘢啊？推卸責任，揾個原因出嚟，唔關我事啊！唔關事啦，係啦，先啦。啊，咁其實大家睇到真係啊，大家可能係好多人都鬧李登輝，但係李登輝喺好多方面咧，其實真係比後面包括阿九哥咧係高明好多嘅。咁李登輝係當年成個行政系統訓練出嚟噶嘛？咁所以咧，九哥唔係啊嘛，即係變咗佢嗰個 concept 就話：喂，我唔係講。為咩事停電？幾時有翻電？而係話呢一刻停電，我就要叫三軍戒備，咁簡單，保喺台灣先。係啦，屌你我使鳩理佢咩原因咩資料原因 Q 用咩？屌台灣都冧 Q 埋啦，所以三軍一去即係即刻戒備咗成個台灣，先至慢慢去揾原因點解會停電，有冇辦法短期之內有翻電處理呢個嘢？嗱，呢個就係李登輝，即係本身佢都係啊，即係有呢啲能力啦，係啦，即係佢都係跟阿蔣經國出身嘅，咁其實都係有一套即係國安為上嘅。好啦，嗱，冇電又出現咗咩問題咧？嗱，美國商會啊，即係非常之關心啦，就話屌台灣嘅電力不足點搞啊？咁我哋想揾啲台灣，即係想揾啲美國商人嚟投資，屌你即係玩咩？係咪？如果你玩啊，只要你開下工業冇電都得嘅。咁好啦，咁呢個就外資啊。喂，內部台灣嘅商人，喂，你咁樣啲電唔穩定，我自己都唔投資啦，我穩定走啦，美國咯，所以國民兵咪走咗咯，係嘛？咩啊？吳敦義就講啊，就職典禮嘅時候就講呢樣嘢。
能敦二走，將會仲有邊個走呢？台積電、張忠謀。呢兩個係屌你台灣嘅大咖，大咖嚟嘅大佬。如果呢只郭台銘走，依好撚大鑊。如果你張忠謀走埋咧，咁台灣真係可以執得窿啦，台灣執笠啊！嗱，咁就啊，張忠謀即係台積電咧，就唔係話要走嘅，係即係某幾個廠佢搬去美國。咁啊夠撲街啦！屌你一個廠有冇叫到人咁啊，大佬！屌你搬幾個廠啊！屌你即係成個桃園唔見咗㗎啦！嗰啲廠咧其實咧都全自動化，咁但係咧佢個產值高，係嚇佢個價值高。同埋你嗰間廠喺度嘅話，你係培養咗班人出嚟噶嘛？咁同埋你嗰間廠走，其實一間廠走之前其實都提過，特別依啲咁嘅高科技咧，佢走嘅時候係成個產業鏈啊，產業鏈一齊走嘅上由上入下游一齊走嘅。好啦，咁啊呢度差唔多啦，我哋下一節再翻嚟。好。